时光雨洒落在你我心里，消失了感情在脸上留守，流年未完想着依旧，夏天终于走到了最后，我会忍住不会颤抖。你爸给我打了好多次电话，说最近联系不上你。我说你去日本出差了，但不知道这件事能瞒他多久。关碧宇工作室签约著名画家丁义阳作为力通传媒力捧画家，丛林法则，胜者为王。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，请稍后再拨。立夏，陆长，你们到底去哪儿了？我好想你们。这些天我一直在强迫自己要撑住，不管心里多难受，面上总是云淡风轻的。可是我真的快撑不住了。
宙斯。宙斯。宙斯。乖啊，不怕。你哥会没事的。他会平安的。出来了啊！以前我是搭着零花钱给你煮汤喝，你都不喝，这是怎么了？最近考试用脑过度，我头发都快掉光。哎呦，这么浓密的头发还快掉光了！哎呀，我妈最好了，妈，你就给我做一个，做一个。好好好好。妈，怎么还没好啊？估计是先敷的嘛。你没看见我在给你装保温桶里呢？那拿着吧。哎，我妈最棒了。完胜米其林大厨，就你嘴甜。我走了。哎，早点回来。哎，妈，拿着。啊，千万别告诉你爸啊。哎，长这么大呀，难得你出次远门。来，让妈妈好好看看你。妈，我就是去拓展训练，又不是上前线。你放心吧，没事的。哎，也不知道怎么了，可能啊是人上了岁数吧，这半年啊，我老是喜欢怀旧。您就是全剧看多了，多愁善感。再说了，你也不老，年轻着呢，青春无敌美少女是年华正好一枝花。嗯，就你嘴甜，可是小时候糖没白吃，这嘴跟抹了蜜似的。这一转眼都长得这么大了，又高又帅。你看您多厉害呀，能把我养这么好。养你可难了。小的时候啊，特别爱哭，生病了哭，吃药也要哭，上幼儿园还要哭，动不动就哭，就像小龙王。当年我要是不哭，你也不用放弃你自己的理想了。傻孩子，哪有比做妈妈更好的理想呀？妈妈当年放弃了进修，是人生的遗憾。不过因为有你，我这辈子啊，从来都没有后悔过。我呀，给你存了一个恋爱基金。等将来你谈了朋友，要结婚，就拿出来用。妈，等我以后结婚了。我就拉着您的手，跟我老婆说：“看见没有，这个才是我最爱的女人，你只能排第二。”去你的！妈，
啊。玉姐，你怎么来了？你好几天都没睡好觉了吧？玉姐，你有见到立夏吗？他不见了。你告诉我他去哪儿了？玉姐，你告诉我立夏他去哪儿了？我找了他好久，我找不到他。我去了所有他在的地方，我都找不到他。我会帮你找到他的，我一定会找到他的。你要好好照顾自己，你把眼睛养好，你这样会让他更担心的。陆哲阳不见了，立夏也不见了，为什么我生命中两个最重要的人都不见了？我怎么办？你的药在哪？小司，你要不在床上休息一会儿吧。你别这样。你别这样。小司。时光改变太多。似乎才过去一瞬间，其实已过去8年。8年前的浅川一中，现在的上海街头，像是两个不同时空的不同世界。唯一不变的，只是人世间的悲欢离合，阴晴圆缺。而每到悲伤的时候，惹起更多的，只能是悲伤。傅小司怎么样了？很不好。立夏突然就消失了，他怎么会好呢？我没敢告诉他立夏给我报过平安，都不知道行踪。说那么多有什么用呢？他们会处理好他们感情的事情的，别太担心了。这些时间你先好好休息。哎，我就想不明白了，他是有多讨厌这儿啊，才一声不吭的就要离开。我是他最好的朋友，即使什么也帮不上他，也不该什么都不说一声吧。立夏也许有他自己的道理，你想，他这段时间经历这么多，可能离开一段时间可以想得更清楚。这就是你们真心的想法，对吗？放下朋友，或者干脆放弃恋人，然后不告而别。你们太理所当然了。你今天怎么了？我并没觉得什么理所当然，我只不过是觉得立夏有他自己的道理，我大概可以理解。对啊，你们都有自己的道理，所以你要和立夏一样不辞而别吗？什么不辞而别？你要出国留学的事儿，你要瞒到我到哪一天？去呀，去剑桥读你最喜欢的建筑，这不是你一直期待着的吗？可是我要去8年，你会和我走吗？我不去啊，我肯定会留下来。我要找新工作，交新朋友，我一定会结婚的，我肯定会结婚的。你确定？我确定。是啊，你那么优秀，肯定会无数男生喜欢你。那是当然了，我要嫁的人一定不会抛弃我，不会不告而别。他一定什么都跟我说。啊，
我自己走。我们一块儿去不是挺好的吗？你真的太天真了。 我们两个一起去上海，住哪儿？有稳定的收入吗？吃什么？你现在有机会实现梦想，很好。可是万一梦想没实现呢？上海的房价有多贵，物价有多高，你知道吗？不管怎么样，我们可以一起奋斗嘛。去天桥下面卖唱，给人家卖笑脸。 这种日子我经历过，不想再经历了，更不想让你经历。所以，那天在我说出好消息的时候，你已经决定不去上海。 根本就没有真心支持过我，你也没有替我着想。对不起，段桥，刚才说的那些话并不是我的本意。 好像是另一个自己脱离了身体，浮在上方看。可是哪怕他再难过，哭得再伤心，你都看不见。对不起，端桥，我现在好像有点理解当年青田的选择了。拼命靠前，才懂得明白你已经。 于谦，于谦，他还许有很大的问题，他没有出国经历，也没有学历，更没有工作经验，所以很可能被拒签。您能不能再想想办法？他对我来说非常重要，我真的很想和他一起出国。我很抱歉。如果他不能去的话，我想放弃这次机会。 你说，于剑，我从来没想过要一个人走。当我知道了要去英国，就开始着手办你的出国事项。 但我害怕，怕你会拒绝我，怕你不愿意和我一起走，所以一直不知道怎么开口。现在有一个办法，就是你成为我的合法妻子，和我一起去英国。 昨天我们吵了一架之后，我心里很难受，特别害怕失去你。那时候我就在想，什么剑桥，什么博士，什么前途，跟你比起来都是微不足道的。只要有你。 其他都不重要。
于杰小姐，你愿意嫁给平凡的段桥，和他一起去英国，共度下半生吗？你求婚的时候能不能准备束玫瑰花呀？段奶奶，你看我今天着装怎么样？还满意吗？比张国荣还帅啊！哎，嗯，我穿的是不是有点显老啊？特难看。难看什么？我老婆比王祖贤还美呢。走吧，民政局就到了。哎，喂，这么快就做好了？好的，我马上过去。你在这等着我，我去附近拿样东西，很快就回来。哎，你不是想逃婚吧？想什么呢？乖乖在这等着，有一个惊喜给你。有什么惊喜？不能领完证再说吗？不行，因为这种东西非常非常重要。我希望我们领证的时候是非常完美的。你放心，绝对不是戒指那种俗气的东西。等着我。等着我，你快点啊！于姐，thank you.
傻小子，对不起。我还没有捧着你的脸，好好看过你。就在你怀里头撒过一次娇，你就那么走了。从前你都那么听我的话，这日子你怎么不听了呢？你还说要给我换个大房子住，又当了永远的听众。你真的，法裂了吧？我来帮你修吧。啊，不用了，谢谢。这很好弄的，我上次就帮我同学弄过一次。你好，我叫段桥，请多指教。什么？段桥？你名字也太搞笑了吧！你看什么看啊？你化妆真好看，像个明星。于姐，你知道比萨斜塔吗？怎么了？比萨斜塔是很著名的建筑，它之所以著名，就是因为它斜，但是没有倒。所以有的时候，缺陷比完美还要美，因为那是独一无二的。你就是那个独一无二。于姐。你怎么一个人乱跑啊？你知道我找你多久？看什么看，傻了？啊？怎么？男朋友过来接你，心里不开心啊？我喜欢你。一直默默地站在你的身后，支持着你。Thank you.
在这等着我，我去附近拿样东西，很快就回来。等着我。到底是什么惊喜，值得你拿命去换？哎，我说我的白衬衫哪儿去了？原来被你穿上了。不行啊，别拍啊！瞧，我们遇见胃口多好。每次都要吃这么大一碗面。没有啊，这明明是你的面，我吃一口而已。哎，你说好只吃一口的，你都快给我吃完了。别拍了，你自己下一碗。今天是我们遇见工作一个月的时间。我们今天干嘛呀？越来越漂亮。表演。别拍了，我上班要迟到了。别我在家等你。我真的是好多年都没玩了，我技术一点都没退步，太厉害了！段乔，你快过来给我跪下，拜我为师。别拍！小奶牛吃草呢。哎，没完没了了。不好意思，让一下。对不起，让一下。于心。现在是2:26，我们刚刚吵了一架，你现在应该还在睡觉。不过没关系，明天早上醒来的时候，我就会向你求婚。如果你答应我了，我们就会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一对夫妻。遇见，和你在一起的这些年里，你教会了我很多东西，包括如何去理解，如何去包容，如何去爱。和你在一起经历的点点滴滴，都仿佛就在眼前。现在我想告诉你，我爱你，很爱很爱你。所以，你可以嫁给我吗？给我机会，让我照顾你一辈子。我愿意。人有三样东西无法挽留：时间、生命和爱。如果我用尽全部去爱你，我们会不会幸福得更加久一点？如果我把我的生命都给你，我们是不是能够不分开？当我再也找不到你，我才发现，未来不过是千万个黑夜的循环往复，怎么也找不到终点。
爸，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。我放了几天假，回来就变天了。看来这没我的位置了。爸，你坐。那我们开始。好。想必你也听说了，大家都已经表过态。愿意拥护贺总作为公司负责人。实在不行，贺总会离开公司，在座各位也都会追随贺总。在座的各位，哪几位啊？想不到自己这么不得人心吧？老贺，力通是咱们俩一手创立的，这么多年风风雨雨一起过来了，今天你要跟我闹哪出啊？我能跟你闹哪出啊？自然是下面要发生的哪出。只是这么多年，大事小事都是你做主，我觉得没什么意思了。那你觉得怎么样才算有意思呢？如果你还要继续掌管力通的话，那么贺总只能另立门户了。像贺总这样的人，怎么能够屈居人下呢？当然是要择高处立，往远处看了。真的要走？当然。我希望你能再好好考虑考虑，力通到今天不容易。我不想闹得四分五裂的。我也是没有办法。好，我交出总经理的位置。今后的力通由你做主。爸，你疯了！你确认你说这句话不是开玩笑？在座的可这么多人都听着呢。君子一言。离职书已经准备好，签吧。严总，笔也在上面呢。看来是早有准备啊。这份东西我可以签，但是在签字之前，我还是想再问一句：你这么处心积虑地拉我下马，到底是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还需要贺总来说吗？你用人不当，决策失误，缺乏商业判断，损害公司利益。严大壮，你早就该把手里的权力让出来，可偏要等着别人来逼你。换作是我，早就没脸在这个圈子混下去了。好了好了，人家把总经理的位置都让出来了，我们也不是不仁不义的人，我们还是合作伙伴嘛。
我想请问各位，对我手上的这份离职书，有谁还有什么异议的吗？干什么呢？嘘，里边正翻船呢。去，谁翻谁的船啊？何总啊，联合公司的其他几位股东，要马上要离开利通，另立山头。哎呀，这时候正逼着严总让开总经理的位置呢。都怪凯尔们，成天呢就指着贺总的支持在里边上蹿下跳了。爸，你不能签。凯尔，你算是个什么东西？就凭你也敢命令我爸？你不过就是我爸的一个下属，看你那尖嘴猴腮的样儿，一看就是个叛徒。哎，别说，严大小姐这骂的还挺到位的，凯瑞就是个叛。相信，只好等所有的情绪都稳定。